然后我来报告，可能我今仔日来囡仔，给大家就分享一下哈。诶，安诺个鸡哈去过哈，这种个鸡哈，反正讲，我今仔我来说跟做招招啊了。这种时候了比较个会更靠那家鸡做个什么方便哈。大家有爱你个鸡可以给我自己做哈，但是这些人讲我做别苦哦，大家来按我个方法按哪做，我今仔一般就好好了对哇，大家就苦我拜就话老呢。然后这种个鸡哈，做拜溜了哈，我今仔个蒸软了对哇，蒸软了嘞。大家有爱立国的视频哈，帮我点点赞哦，谢谢。这是普通的面粉一斤，叫烧开给泡打粉，本来开给给红糖哈，那红糖哈，大家根据家的口味定还不定，爱立定的可以叫家姐姐。我干了嘛，拿来开给给煮哈，过来加温水，再留个火这个，干好开酵母哈，都留个火，然后这现在这今天要给温度的难烧滚哈，烧滚回来一个特这酵母一个特稀了的哈，滴了烧烤要温的啥，把这了水洗了开个安露一下的呢。今天留个话了，还底下明个端炒。过了比较一百秒了哈，这种个给厨师机哈，大家反正很萝卜一个不厨师机一个可以用很难爱，可以比如讲用这种个给手炉也可以哈。过了比较一百秒了，就爱你用这种个方便。然后这最难煎这个关都下真要炒的，我加少奶，我加少蛋，因为过少做个给奶面粉吸收量不适宜。这些难看我卤面机，我过了用这种个给小李个给啊。可以，我比较可以休息哈，不太建议讲别，就是家庭版主就比较那哪还可以。这种的给你讲个做眉毛去，好了露出毛，这种的了露个小了点啥嘞？还一般个新发，一般哈新发一股哈，起啊比眉毛都还起一个，一路讲起个那种就叫微微发酸点啥嘞？然后这种的给哈，一般过来起300打就可以。还一般不要个发号了啊，过这来发号了个哈，过来过发号大概两个钟头的了，因为什么过来那种新发香哈。好，那花好白掉啊！还你这盘了，我准备切个小苏打，最下就留个火。我按这最黑个，大下真料，大一点料个条啊，料个条，要不然不料个条也就点诶那个藕藕。料个细嘞哈，料个甜的哦，料个甜的，再回来出这黑个东东这个。那有小花张暗板的机，也就暗板杀的料粉啊。快现在黑料了哈，快，这是头油子，拿来敲这个。啊。今老子是给奶奶，大家来拌馍子一下点啥嘞？好，再叫起奶奶来拌馍子一下。再好的点哈，安那又摆了哈，安那快，安那转这个啊啥哈，转这个也可以。然后来拌馍子一下了，好。快敲大家奶奶了哈，大概情况是很暖的，可以有个吹，很低点力气要烧水了啊，一点水个杯了上锅给吹啊。快现在水杯了上锅。还你要搓，我一般哈搓一些白人弄的好。哇，起白了烧了，我开瓦白烧，完美，老漂亮。还你出锅了，哇，完美。抖音。